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关于管理数据和保护隐私的会议。那么我叫 Karush，那么我将会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那么欢迎大家现场和线上的参会人。那么我们这次会议呢将会有很多的一些互动，所以呢请大家拿笔记好大家所需要去记的信息，可以去提出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会去对比现实和账面上的数据管理和隐私保护，深入到数据的生态系统中。那么我们将会讨论不同的这个主题，那么比如说像多利相关方的数据的保护，我们需要保护什么？是保护人还是保护数据呢？那么我们对于数据有什么样的一些共识，有什么样共同的理解？那么我们在数据的价值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机遇和挑战？在数据的生态系统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法律的框架？那么我们这里呢是建立了一个非常这个有趣的这个主题专家。那么我们将会有 Pele Hannes。那么他是负责这个数字经济报告2021年的这个主要的撰写人。那么他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技术和后勤司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处数字经济政策研究科科长。那么我们还有Arturo Munter，美洲开发银行国家现代化首席专家。那么我们还有他是负责这个美洲开发银行的这个公共银行和美洲发展银行的这个数字政策的负责协调的这个专家。那么我们还有来自于非洲的Ben，那么他也是这个联合国的高级别的领导小组成员。那么我们还有 Nathaniel Pick 这个大使，那么他是刚刚上任的关于这个互联网空间和数字政策的负责人。那么我们还有这个网络安全专家和 IT 的监管方代表，来自于这个南非的兰吉三巴，他是信息技术分析高级经理。那么我们还有来自于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发展权司司长佩吉希克斯。那么我们还有这个负责进步通讯协会妇女权利计划的施依娜。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有 Flory Marcus，他是 Proud Engineers 的项目经理，那么他是给各个国家的政府来对于政治和法务这方面呢提供这个支持，帮助这个几个国家实现数字化的转型。那么这是我们的今天的嘉宾的介绍。那么我们会邀请每一位嘉宾来发言，然后呢之后是问答环节。好的，我们现在开始。那么有请佩拉先生先讲几句。好的，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大家下午好，我想感谢这次会议的主持者邀请我们来参与今天的会议。那么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做的这个经济报告，经济发展的报告，那么关于数字化的发展的这个经济报告。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2021年数字经济报告这样的主要的一些发现。那么我们发现呢，这个数据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和经济的重要的资源。那么数字呢，数据呢，它首先它可以是一个私人的财产，但是呢它有着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的价值。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数据也会带来一些像隐私和人权这方面的一些风险，以及安全这方面的风险。那么我们
需要进行一些保障，来保障人权和其他的一些关切的事项能够在数据的使用和保护中得到保障。那么所以呢，我们也是这个全球的一些发展的挑战，比如说气候变化这方面的和数据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此外呢，我们也发现数据可能会导致人权的这个侵犯，那么和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互联网的这个正常的运作会受到影响。那么我们为了实现这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呢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全球范围内呢有巨大的这个数据流量的增长，有指数性的数据流量的增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数据的经济在不断的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那么我们同时呢也出现了这个数据鸿沟以及全球经济的不平衡。那么在未来的全球的人口呢仍然这个还有这个20多亿的人口没有上网，那么也就是1/5的人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建立这个数据数字经济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资源分布也是是不公平的，也是这个也是有非常的这个大大的鸿沟。那么在美国和中国呢，在数字经济这方面呢也是这个进展非常的迅速，有着非常先进的数字的技术。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大多数的能够去由这个数据进行获益的这些人都是来自于这些数字经济大国。那么这些国家呢都有很多的数字平台来为其数字经济和数据的价值链来提供服务。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原始数据的供应商。那么这些平台的供应商平台呢，他们也是依赖于这个国外的这个数字的提供数据的提供商。那么同时呢，我们全球的这个数据的治理的这个情况呢并不乐观。那么我们有不同的一些国家的政府，那么他们也是非常的依赖于这个零售经济。那么在美国呢，这个是由私营部门来控制数据的。那么对于中国的模式来说呢，更多的是强调于政府的控制数据。那么对于欧盟呢，它是强调这个个人控制数据，所以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呢有不同的一些方式，数据的这个控制的方式。那么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去加强对于这个全球经济的数据的获取的这个渠道，扩展数据的获取的渠道，来这个弥合数据的鸿沟。那么所以呢，在现在的情况呢，关于这个数据的管理这方面呢，我们是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数据的孤岛，在数据的经济的这个数据的孤岛，实际上是违反这个互联网作为自由这个非集中以及开放的这个平台的网络平台的。那么就是所以呢，我们有看到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管辖权的一些限制，对于数据的流动来说有很多管辖权的限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考察了很多的一些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一些这关于这个数据监管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协议和协定。那么我们也发现呢，这个全球的数据的治理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是由各个国家和这个国际上的一些规则所构成的，但是并不成系统。那么这也是使我们的这个全球经济变得更加的复杂那么我们的一些这个范围比较窄，比如说对于这个像贸易领域啊，或者说隐私领域啊，但是呢，缺少一个全面的一个数据的这个范围的这个界定。所以呢，对于这个数据的范围来说和它的这个地理的界限来说呢，都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在国际的层面上呢，我们实际上是看到了这样的限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看到在这个数据的流动这方面呢，还并不公平。那么在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这个促进这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这方面的数据流动还并不公平，并不平衡。那么我们建议呢，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更为平衡的这个全球数据的治理的模式，那么使大家能够形成共识促进数据的流动。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去这个减少在数字空间的这个碎片化。
去减少数据的不公平，那么促进数字经济的不断的发展，能够为我们的这个经济，数字经济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这个改善各个这个国家的数据中心之间的衔接和关系。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去促进数字的流动，那么是能够去帮助我们去实现更好的实现这个发展的目标。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情景下呢，我们看到有几个像政策领域的问题，我们可以去共同的去解决。那么首先呢，关于这个最佳的实践，不同的这个数据的最佳实践，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这个共识。我们的对于最佳实践的这个定义做出共识。那么我们需要去探索新的数据的这个治理的方式和形式。那么我们可以去促进这个国际上关于数字平台。比如说像竞争这方面和税务这方面的政策，进行国际的这方面的这个政策的协调。那么在这方面呢，联合国需要这个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因为呢，现在我们所缺乏的是一个这个有全方位的这个数据的管理和讨论，所以呢，我们是有很多的数据的孤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联合国也发现呢，很多的这个国家呢也开始进行了数据这方面的讨论和谈判，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建立一个这个新的联合国的这个关于数字治理的机构。那么，所以我们是希望和不同的国家进行讨论，和利益相关方进行讨论，来讨论这个全球的这个治理模型必须要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和多维度的这样的一个治理模型，能够帮助我们去更为全面的去反映数据的现实。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认为我们的这个讨论呢，应该是从有创新的一些方向去进行开展。那么我也希望抛砖引玉，非常感谢。好的，非常感谢菲拉，阿兔有请。好的，非常感谢 Caro 给我们做出的邀请。我是 Arturo， 大家可以听到我吗？好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我的一些看法。那么首先呢，我想感谢大家对我们的邀请来参与今天的主题电脑会。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介绍一下我们在拉美所做的一些工作，在美洲所做的一些工作，以及我们所提出的一些建议，来帮助我们促进数据的保护和这个利用。那么这张地图呢，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所做出的一些进展。那么我们所看到呢，这里呢是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话题，是关于数据的。那么这些话题，关于数据的话题呢，都在不断的涌现。那么我们也是看到了出现了很多的一些新的现象，那么也促使各个国家来这个促进这个数据的保护和数据的开放。我们有这个数据的这个可互用性、数据的分享，还有数据的这个保护等等这方面的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我们都是有很多的技术呢，都是以数据为基础的，包括人工智能这方面的。所以我们这里有不同的一些议程，那么这些议程呢，在都是相互这个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所做的工作呢，是希望能够进行一些协调。那么通过这个协调呢，我们是可以去建立一些这个主要的一些这个协议和这个不同的一些这个议程达成一些共识。那么我们还需要解决大家的一些担忧，那么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我们进行了一个个人数据保护的这样一个法律比较，那么这包括加勒比海、中美洲的26个国家的数据，那么特别是有关个人数据的保护这一块，我们涉及大概65%左右的这些数据。我们还有2到3个国家，他们还帮助我们起草一些立法。那么我们要考虑的事情呢，就是这不是一个
二元制的，因为我们有些国家他们的立法在这方面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呢，有些政策呢，他们需要迫切的需要进行更新，因为有很多政策在制定的时候呢，并没有 GDPR， 也没有数字经济，因此呢，在整个中美洲和南美洲，我们有数据保护中心，而且在这些数据保护中心也是为了确保数据的对个人数据的进行保护。那么这些标准呢，我们借鉴了欧洲国家的数据保护的一些措施，我们还把这些数据政策同我们目前本地区的一些立法进行了比较。当然了，这里有一个我们网站的 QR 码，大家可以扫描然后进去看看具体的信息。另外您还可以看到我们对本地区的大概一万名公民所进行的一个调查，他们代表着本地区的十几个国家。您可以看看在这一块他们对我们地区的数据保护的理解是怎样的，以及各个国家是怎样保护其公民的个人数据的。那么我们从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什么呢？我刚刚说了，我们一共有26个国家，其中17个国家呢，都有IDB。那么我们的工作的合作伙伴包括17个国家，他们都有个人数据保护的立法。那么这个立法呢，是从1999年到2021年间的立法，那么它也迫切需要这些立法迫切的需要进行更新。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牙买加、厄瓜多尔、巴巴多斯等等这些国家都慢慢的加入了进来，他们也开始了自己的个人数据保护的立法。那么另外呢，我们就是有一个这个拉美的个人数据保护标准，这是在2017年的时候设立的。那么当时我们考虑了本地区的现状，尽管在那个时候各个国家有自己的立法，但是在这个立法建立的背后，需要依赖一些标准。我刚刚也说了，我们借鉴了欧盟的那边的标准。那么在本地区大部分的立法都允许跨境的数据的交流，还推行了一些类似的数据保护的措施。那么具体我们怎样同提供商进行交流，同供方进行交流，我们要确立什么样的立法等等这些问题呢，都取决于各个国家他们自己的服务商以及机构来进行制定自己的政策和执行。那么还有一些国家，他们确定各个国家他们国家的这些数据呢必须在国内进行存储。那么我在最开始我也提到了，那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协调的这样一个框架来推行本地区的这个政策，因为我们一共有17个国家，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些立法有很多都是刚刚编写出来的，而且联合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专员呢也非常关注这一点的工作。因此呢，我们希望有这样一个机制帮助我们来进行一个协调的工作，协调各国的立法。另外我们也需要有这样一个机制为我们提供相应的资源来进行这项协调的工作，做出决策，
做出内部的决策，并且要有相应的领导人。那么这些内容呢，都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探讨的。不好意思，您的时间到了，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您这边，您可以继续介绍。谢谢，谢谢。好的，谢谢阿图尔刚刚的基本介绍。不好意思，我们每个人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那么当我们谈及这个数据治理、数据保护这一块，大家都谈及到了信任，因为这是我们的问题核心。因为只要有信任，如果没有信任的话，我们就会失败。那么我们要关注的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大概有19亿人他们都没有上网。比如说在埃塞俄比亚有很多人都没有办法上网。我们一直都在谈治理，在谈保护数据，但是我们却没有谈及那些违法的问题，或者是说侵蚀信任的这些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把这些纳入到我们的对话中来。我也期待在明年把这些问题更多的进行详细的讨论。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处在的位置是非洲，在非洲呢是有一个框架的，那么在某些会议中也谈及了这个框架是自2014年以来就建立起来的。那么在 IGF 的某些会议中也谈及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目前这个框架呢只有8个国家签了名，我们需要有15个国家签名。那么这就是给我带来了这个问题，那么就是我们是否要把这个话题作为我们的一个讨论重点。因为如果我们不讨论这些重点主题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我们的行为进行一个优先排序。因为如果我们说的和我们做的不一致的话，那我们就实际上是在浪费时间。因此呢我想说，隐私毫无疑问必须是这个需要经过深思熟虑的。在这个数据治理这一块，我们需要许多的机制参与进来，包括 IGF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这包括学术界、公民社会、政府、私营机构以及中心的一些机构，那他们应该负责数据治理这一块的工作。那么我们把它叫做数据保护权威机构。那么在过去20年来呢，我们进行了一项调查，来调查本大洲的这个数据保护的情况，特别是它跨越了30个国家。那么我们在我们的报告中发现的一点呢，就是当我们考量一个大规模的数据搜集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没有一个法律的框架来保护我们，也就是说在这一块我们并没有信赖。那么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呢，就是许多国家人们他们会把这个生物信息给到多个政府机构，但是却没有一个法律框架来保护这个信息。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有这样一个信赖，这点在新冠疫情期间体现的尤为明显。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搜集了大量的数据来应对这个病毒，但是有很多政府发现，很多政府他们投资于大量的数据收集，但是他们却没有投资于保护数据的这些方面。我们还发现就是很多机构他们实际上违反了他们所制定的规定，没有办法保护数据。
从而导致了许多的问题，比如说公民他们受到政府的服务的拒绝，或者是说他们没有办法获得某些服务。所以我想说在这一块我们不仅仅要谈保护，而且要加强我们的机构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看到的需求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这期间有一个鸿沟。我们现在看到有30多个国家愿意参与进来，而且有多个利益相关方都愿意参与进来，这是令人鼓舞的。但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有关数据治理和保护隐私这一块，所有的利益攸关方都愿意参与进来，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特别关注于信赖，而且大家也愿意促进互相之间的信任。谢谢。Ambasco。大使，是的。非常感谢您说的非常好。非常感谢，我很荣幸能够参加 IGF。而且参加这个重要的专家组探讨。我首先呢，我想说美国的国务院谈及了这一点，那就是数据保护是一个关键的地缘政治的问题，它是我们的战略利益的核心，它促进了有意义的连接，并且促进了开放、互操作、安全、可靠的互联网。并且促进一个稳定的网络空间。那么我今天呢，想要赞扬大家所做的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在电信、在互联网、在数字技术这一块，在保护和保护人权这一块的工作所做的重大的成就。政府需要促进这样一个信息的获取，并且避免关闭 ICT 的技术和互联网的技术。在埃塞俄比亚，我们赞赏贵政府所做出的巨大的贡献。数据治理和隐私对于这一个目标来说是处在中心地位的，而且它对未来的技术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尝试与这样一个社群进行合作，与那些有同样理念的合作伙伴一起合作，来向大家展示我们可以编制政策解决方案，来反映我们的承诺，来实现一个强大的有效的隐私保护，同时促进一个跨境的数据的流动，以及促进市场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那么从我们的这个角度呢，我想说两句。我们觉得在这一块并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我们必须要支持跨境的数据流动，我们必须要支持同时支持这两个目标。我们知道跨境数据流动它是一个现代经济的生命线，而且它也是大型企业的发展的基础。数据流动对于国际合作、科技合作、研究、执法、国家安全、运输、交通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知道人民、社群和政府在全球的范围内，他们都需要进行有效的、更为强大的数据保护、隐私保护。我们必须确保数据的流动，同时呢，保护隐私。第二点原则，我前面已经提到了，我们想把重点放在隐私保护上，在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而且是在现实当中，越来越多的国家现在都推出了隐私保护的立法。那书面的法规和实施的执法差距是非常明确的，我们要看，要采取如何才能够真正的实施颁布的法律。一方面，我们要有法律；一方面呢，市场要理解并且遵循法律。所以，我们要听多利相关方
群体的意见，不仅仅呢，我们要对隐私进行学识上的辩论，同时呢，我们要找到数据保护的隐私保护的解决方案。最后一点呢，就是不同国家数据保护机制的互操作性，没有一个一刀切的做法，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法律的基础设施，因此他们所开发的法律体系呢，是与自己的历史文化相一致的。那涉及到数字隐私，我们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和互操作性，来确保数据能够跨境流动，同时得到保护。最后，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敦促大家，全球跨境数据流动 CBPR 系统，它基于一个自愿性的数据分类体系，它能够显示出呢公司在全球遵守这样的一个分类。我们要推出一个 CBTR 的论坛，通过创造一个合规的工具，全球的 CPBR 能够确保跨境的数据流动，同时能够保护隐私。我们希望很多的经济体、很多的国家能够加入到这个论坛，很多国家呢也能够去寻求 CDPR 的认证。如果大家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看全球 CPPR.org。 感谢大家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谢谢。非常感谢给我机会发言。就我看来呢，我们要把数据看作是一个新的货币。想要回答我们要保护的是人还是数据，我们要说数据在数字的世界，所有的数字应用都是我们日常都使用的，而且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非洲大陆，数据的使用呈指数级的增长，而且数据累积能够帮助我们加强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呢，也有很多公司非法的收集数据，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而进行非法的数据收集。所以我们需要来看这些数据的泄露最终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保护的是人。在南非，我们的数据保护法规是源自人权法案。作为人类，我们享有隐私权，只要我们的法规得到实施，我们就能够去对数字的权利加以保护。在南非，我们看到大家在做妥协，我们有政策，我们有措施，还有程序，但是实施是欠缺的。我们将开发工作外包出去了，我们应当扮演的伦理的角色，要保护个体，这个工作也被外包出去了。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讨论的伦理标准是什么？是取决于那些盈利，想要盈利的人，还是说要保护我们基本的人权？因此，实施设计的隐私系统，我们首先要必须去监控由谁在做这样的设计。我们可以呢做隐私，做加密，来更好的保护数据。我们知道这就会让我们，如果加密的话呢，那就意味着加工数据要花更长的时间。现在我们有机会给管理层告诉他们这样的坏消息，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的框架。我知道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在不同国内呢也有不同的法规。为了想要促进跨境的数据流动，我们需要一个公平的竞赛场所，那就是有关数据的法规应当在各国的法规得到协调，来最终使国家能够利用数据发展经济，而且能够和理的进行数据的处理。为了节约时间，我知道随后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讨论，我先讲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会很高兴出席本节的讨论。我首先想说，我们的讨论的议题呢放在人权的框架之内，我们在讨论数据和隐私权，不是因为它是良好的实践，它因为我们作为人类应当享有隐私权。数据保护它会影响到很多其他的权利，其中包括平等，还有无歧视，能够获得健康教育。而且个人的数据数量在不断的增长，当我们来看整个场景，数据的流动，数据像其他人说的是一个货币，所以我们要考虑到要防止出现互联网断网的情况。社交媒体和很大的科技平台，他们依赖于数据的收集，货币化。物联网也是在收集大量的数据和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来看当前有关法律框架，各国做到什么程度。好消息是，我们知道想要实现有效的数据保护的立法，最基本的要求都是哪些？我们的办公室在2018年做了一个数据隐私权的报告，在立法当中，我们要有数据处理的合理的合理性，同时呢，我们在处理数据的时候应当有相称性，同时要定义好数据使用的范围，使用数据，保留数据的时间长短以及准确性，还有其他的保障措施。从根本上呢，我们要回到独立的监管机构，而且这些机构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去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些都是背景。我们在数据保护和隐私权方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首先呢，我们需要有更好的法律。我们看到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其他发言人提到了，尽管我们有法律，有的时候这些法律没有得到良好的实行。美国大使也说了，作为多利相关方模式
我们要得到公民社会和其他的群体的参与，我们想支出现有的一些立法是有缺陷的，比如说公共机构对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当然它也涉及到我们对人权的关切。我们也认识到，尽管呢我们在数字保护方面有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现在日益面临的新的威胁，因为有新的 AI 技术，他们依赖于数据，我们要加快和扩大的框架，我们要长远的去考虑数据的正义，要考虑哪些因素来防止与数据相关的伤害，比如说反歧视，特别是针对那些边缘化的群体的歧视，在数据立法方面，我们要把这个群体考虑进去。此外呢，我们很关切决策的过程，人们需要了解所做的决策对他们的权利产生什么的影响，以及透明度，有关数据的透明度也要有立法。还我也说了，监管机构，特别是独立的监管机构是关键的一环。我也想说一下数据本地化的要求和数据跨境流动的要求，我们也要基于人权的基础来考虑这个问题。数据的跨境流动还有数据本地化的要求是存在很多陷阱的。一方面呢，他把压力给了那些公司，也会导致互联网的碎片化，或者是增加了对言论自由的压力。这些法规是非常繁重的，所以我们会看 GDPR， 它说在国家层面要有充足的数据保护。美国大使也提到了全球的数据流动的框架，执法部门需要能够访问数据，我们要确保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在转移数据的时候有最低限度的要求，在这里面监管发挥必不可缺的作用。我们要确保我们有相关的公共机构，他们能够访问到公司所持有的数据，来帮助他们进行执法。谢谢希娜。谢谢。在听了大家讲了这么多，我很难跟进啊。我讲的很多内容呢，可能跟大家讲的有点类似。我是公民社会的个成员，我特别涉及到人权、妇女的权利和 LGBT 的权利。我们希望利用一个妇女的框架去了解这个议题。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人士呢，来到这里确实是信息有点就信息非常的多，因为有很多知识我们也不太了解。我们知道这样有这样的保护隐私的法律，但是有的时候呢并不是特别清楚。我们也意识到这些法规呢也是彼此是互为箍颈。另外呢，这些隐私的分隔的情况呢也和技术有关。有些国家是有现存的隐私法律法规的，但是却没有得到尊重。所以呢，我们需要信任，我们要有更好的法律，让这些法律更好的得到尊重。
应该和公民社会就是说，如果现存的这个法律不被尊重的话呢，那公民社会其实是非常担心和害怕的。有的时候呢，政府经常会以一种强制的方式介入进来，也会发现有一些法律法规，但是很快的就成为了一个不足够的法律，比如说在大家会发现它逐渐的就变成了一个保护数据而不是保护人，但是数据是经常变化的，变化的非常快。比如说2019年当我们经历了新冠疫情，情况就变得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有效率。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期间呢，有些政府采取了很多的强力的措施来收集公民的数据，也没经过磋商，也没有经过这个被收集人的同意，这其实是对基本人权的一个侵犯。谈到保护隐私，对社群来讲，找到一个安全港湾也是很重要的，找到这样的线上的数字平台。有的时候呢，之前安全的地方后来又变得不那么的安全。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线上的犯罪的形式也在变化，我们也看到在线上空间也发现了以前我们传统在学校和班级当中看见的这种基于种族和性别等等的这些权利侵犯。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我们似乎不理解这个数据保护的语言，我们到底是在保护谁？那你比如说我自己的这个信息，如果说是泄露出去，他是不是应该追究这个泄露者的，就是造成泄露的责任方？当人们的隐私受到侵犯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做？抱歉，我找一下内容。最后呢，我想说一句，就是很多女性权利运动当中用到的一个表述方式。我们都说互联网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需要加强法律和法规框架，确保互联网是自由的。这些法律仍然存在于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很多权利是被侵犯的。那我们在线上的活动是不是说我没有办法在线上成为一个我线下那样的人，而这是基于一些政治现实的。在不同的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框架之间，我们如何能够找到更多的团结因素，能够找到更多的资源，让它成为一个统一的空间？我们该如何加强对所有人的人权保护，在所有的空间当中都这样做，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首先呢，我想说我很高兴能够来到2022 IGF 的论坛。另外呢，我想说对我来讲，这是一个让我很敬畏的专家组，而我们只有90分钟的时间。所以以后我们可能也要多进行这样的会议。我是德国人，那我在爱沙尼亚也生活了好多年，所以这段经历非常的不一样。对于会场的人以及线上参会的人来说，当今世界的大部分政府和大部分的公司都不值得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信任。我一直在私营领域，那么这种说法也可以适用于私营领域，也可以适用于公共领域。生物信息有的时候也会被侵犯，这一点是不可容忍的。这就谈到了之前那位发言人所说的，在纸面上面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在现实当中可能是另外一种场景。那么 首先我们要看纸上是什么样的，大家喜不喜欢 GDPR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这样的规定。有的人可能会说也可以，虽然还有不足，但是好像是在那个方向上走。另外呢，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意愿，有一种全球范围内的全球性的隐私保护的政策应该出来，一个全球性的框架应该出来。我不排除这样的说法，但是现在呢，欧洲有 GDPR， 但实际上其他类似的立法呢，应该也是类似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大家的文化不一样，但是面对的这个事情挑战可能是一样的。我们最终很可能就不会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同意的一个统一的框架，即便是有的话，大家执行起来可能意见也不一样。比如说在这个爱沙尼亚，我们停车方面的这种规章就跟德国非常的不一样，那这都受到了 GDPR 的影响。那有人就会说，我们有这个 GDPR， 那已经有了这样的规定了，为什么你们不考虑有这个类似的规定呢？所以这就是我想举的一个例子，大家可能有多么不一样。有很多这样的话题，首先呢，我们是无法达成共识的。另外呢，执行起来可能，就算达成共识，可能执行起来大家也不一样。另外，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爱沙尼亚的这个治理的方式，它的一个法规很简单，在所有的政府机构当中，只有一个机构才能保留一定的数据。如果说这个这人口的注册管理机构储存数据在这儿呢，那他就是有这个责任的，如果出问题了就是他负责。这不是这个隐私的加强，我只能说大家可以从这里意识到公民对这个问题的视角是什么样的。他们想知道政府为什么获得了我的数据，是他们是怎么获取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机构有一定的执法力。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们在哪些方面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来保护他们的权利不被侵犯。好，谢谢你。相信这个他的发言呢，能够启发大家很多的思考。我们来看看线上有没有问题。Peace 正在查阅。好，那我们先从线上的听众来
发言从后排开始一直到前面，请一次不要问多个问题，一次请只问一个问题，谢谢。坐在后面的朋友，请先介绍自己，如果愿意的话。好，谢谢，很感谢各位专家。我来自埃塞俄比亚，我是在这个电信领域工作的，我是这个创新和科技局的，在埃塞俄比亚我们有能力建设的项目，是有关其实是一个奖学金的项目，是数字化和治理的，所以我们觉得协作和合作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参观。我们在不同的领域都有研究，年轻人和孩子也必须受到鼓励，参与到埃塞俄比亚的技术和创新当中。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谢谢。好，先前面的这位朋友，然后再到后面。好，谢谢，谢谢。我是来自塞内加尔，我叫雅嘎，来自于公民社会组织。我想要讲一下数据保护，非洲的数据保护。请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您有一分钟的时间。刚才大家说到这个数据保护是在纸面上还是在实际当中，但是在非洲呢，甚至纸上都没有。我们有55个非洲国家，有25个有数据保护的法案。第一个非洲国家有，就是选举出来的数据保护法案是佛得角，是2001年的事儿。第二个呢是在Burkina Faso in 2004年。所以我只能说这个进程是非常非常慢的。在25个国家当中只有14个数据保护机构。在15年中这些数据保护机构没有进行任何决策，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而且他们在政治上也是比较恐惧的。所以像这样的我们应该学习，我们应该进行学习。所以像这个塞内加尔啊、贝宁啊、卢旺达这些小的国家跟这些技术巨头应该怎么来对抗呢？我们必须依靠非盟，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事情，我们必须有一个这方面的人权的非洲委员会。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人权的保护的这个机构，数字人权保护的机构。所以呢，这个非洲非盟委员会呢，我们应该去建立相关的这个工作组，关于数字保护。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建立这个，我们有2014年的这个马里布的这个数据保护公约。那么我们是有40个国家签署了，但是呢，我们只有15个国家真正的实施了。所以我们需要去这个鼓励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去真正的实施我们这个摩洛哥的这个公约。那么关于这个非洲的人权的这个委员会呢，我们需要去这个作为这个非盟的这个观察机构，我们需要去这个
推进相关的工作。好的，非常感谢。那您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一些细节，我们的确呢是需要坐下来找到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那么非常感谢您的建议，那么我们会把您的建议写到我们的报告中。有请后排的这位男士。好的，非常感谢 Jeff， 非常感谢主席。那么我讲法语。那么我觉得这个话题呢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那么是我们能够共同的参与讨论。那么在另外的一个层面上呢，我们觉得在非洲的这个层面上呢，作为整个非洲大陆的层面上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在这个非盟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文件和公约呢，应该也在国家的层面上得以实施，来帮助我们保护数据安全。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机构是关于数据的保护，那么也应该发挥作用。那么您所讲到的一点是关于数字的保护，数据的保护和管理应该怎么样做。那么我们对于用户而言呢，我们应该是去将这个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给用户，我们应该去拓展市场。那么如果无法解决数据保护的问题呢，这是非常这个令人遗憾的。那么另外关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也是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我们需要去了解我们应该去如何去使用数据，如何去合适的使用数据。那么我想说的是，非洲如何去迈入第四次工业革命，那么这是我想讲的看法。好的，非常感谢。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去提下一个问题。那么在提下一个问题之前呢，大家还有什么看法吗？对于现在的这个大家所提出的一些建议和意见有什么看法吗？那么我想感谢大家给我们在非洲大陆所提出的一些这个建议。那么的确呢，我们是有像欧洲的这个 GDPR 数据保护条例，那么我们还有在别的一些区域，像这个非洲，我们这都是有着这个共同的希望，我们都有类似的这个国际的这个组织来进行相关的工作。那么好的，这里呢刚才呢有Yakus 刚才给我们提到了我们在监管和法规这方面，以及数据保护的这个法律的实施，如何进行和这个大公司进行博弈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南非呢，的确呢，我们是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在全球范围内呢是去做了很多的一些这个调查，包括像这个 Twitter 和这个TikTok。等等呢，这些大公司我们应该如何去和他们进行这个打交道。那么非常感谢。那么阿图罗或者是佩拉，您还有什么看法吗？好的，我觉得您所提出建议非常有趣。那么我想说的最后一点呢，就是刚才有人听众讲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数据的这个多元性、多维度性。那么数据呢是一个经济的资源，那么是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的资源，那么所以呢我们需要去关注这样的一个份报告，来分析数据的多维度性。那么作为这个数据，作为这个经济资源的多维度性，那么我们也是这个很大程度上讲到了像人权，数据作为人权的一部分。那么还有这个数据呢不仅是一个人权，不仅是这个经济的资源内，也是包括了很多的各个维度方面的内容。好的，非常感谢。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
大家记住呢，我们是有很多的一些人在举手，有很多的一些问题。那么在线上有任何的问题要给我们提出来吗？我们现在这个回答一个线上的问题，好吧？请这个回答的提问简短。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有一个线上的问题，那么这个线上的问题呢是，这位参会者觉得是不是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关于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建立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跨境数据流动的这样的一个法规或者是框架，那么这样的一个框架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提高在国际上层面上的数据的数字的信任以及这个透明度。那么这是关于跨境的数字交流的一个建议。那么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好的，有请。好的，有请兔兔教授。好的，非常感谢允许我来发言，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是的，可以听到。好的，非常感谢大家。那么各位嘉宾们，非常感谢大家主办了这次会议。那么我觉得这次会议也是恰逢其时。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关于跨境数字流动管理的在联合国层面上的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来帮助我们去这个规定这个跨境的数据流动的相关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框架呢，可以帮助我们去这个提高数据的信任和透明度，那么帮助我们能够去这个确保发展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权利，那么以及数据的使用者的基本的权利，帮助我们避免数据殖民。那么我们觉得呢，我们的问题是这个关于这个数字全球数字契约是如何去帮助解决上述的这些关键的问题的。那么在联合国的，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联合国的数据主权的一个公约呢？好的，非常感谢卡路，非常感谢。那么我关于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先回答一下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非常抱歉打断您。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耐心的倾听。那么我现在我需要在我的介绍中我也讲到了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呢是无法达成共识的。那么任何的联合国的大会或者是其他的国际的组织所形成的公约呢并不是有约束力的。那么对于像这个全球的像残障人士的可及性等等这样的问题呢，我们都是无法达成这个完全一致的这公约的，或者说是共识的。那么更不要说这么有争议性的数据保护的问题，我们是很难在全球层面上达成共识的。那么我想再加两句，那么我并不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或者条约。那么我们是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呢去考虑这个跨境数据流动的问题。我们听到了很多人讲到这个我们需要去考虑到这个像人权这样的这个原则。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则，我们是希望把这原则放到我们的法律框架中，那么尤其是在全球的层面上能够去清晰地表示出这些我们共同同意的原则，比如说在这个全球以及各个地区的数据的保护，那么是希望有一定的各国家做法有一定的一致性。那么我们就觉得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这个推进这样的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但是呢我们至少呢是可以去对于全球关键的这些原则我们是可以达成一致的。我们比如说像监管和其他的一些机制我们是可以达成一定的共识。好的，非常感谢 Turo。 那么我想说呢，
我们现在呢并没有可能没有任何的这个有法律约束力的这个工具或者是框架。那么刚才呢我们这个全球的这个 GDPR 你刚才所讲到的这些这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这个公约，那么我觉得呢这是说比如说像这样的这个框架或者说是一个倡议呢，我们也许是可以发生的。那么对于各个国家的政府来说呢，我们有各国政府之间的这个合作，还有一些机构之间的这个合作。那么在各个国家的国际数据治理这方面呢，我们知道它需要这种流程，需要更长的一个流程，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达成一致。那么是需要各个国家之间进行磋商，最终达成一致的倡议。那么我觉得呢，刚才的这个嘉宾也讲到了，我觉得这我并不认为它是可以这个它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对于国家来说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的，我并不认为。好的，非常感谢穿白色的女士，有请。那么我是来自瑞士的Average Foundation 这个基金会。那么我想说呢，有不同的国家呢是在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处于发展的不同的阶段，他们有不同的数据保护的措施。那么我觉得呢，从这个务实的角度来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建议做一些自我的评估。那么是不同的国家来做这样的一个自我的评估，来这个评估他们在数据保护和数据隐私性的现状。那比如说有 GDPR 的这样的一个检查表， GDPR 的这个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检查表，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自我检查的这个评估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使各个国家呢能够去更好的去有种标准化的方式去评估本国的发展情况。好的，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类似的这个工具箱能帮助各个国家进行自我评估呢？那么我觉得您刚才所说的像GDPR 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检查表，那么实际上呢是很多的国家都在使用的。那么这样的一张检查表呢，实际上是我们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就是通用的一个工具，是我们能够去进行一个可比性的检查。那么我们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更为广泛的框架，使更多的国家都能够去利用这样的一个框架。或许呢这个挑战有点大，但是呢我们还是在努力尝试。那么在有些方面我们可能并没有成功，那么我们可以及时的去改正。那么我们是希望能够去造福所有的人，那么是希望能够造福后代。所以呢只要有这样的目标，我们就必须不断的坚持尝试。好的，还有谁，还有哪位嘉宾想再给我们发言？那么还有后面的这位男士，请有请。好的，我叫Smala Jinwak， 我是来自于甘比亚。那么我的问题呢是关于像这个甘比亚这样的国家呢是没有任何的数据保护的立法，那么我们还在收集相关的数据，包括人们的身份信息还有生物信息，我们还在收集这方面的信息。那么我想问呢，对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机会，在联合国或者说是这个公民社会的层面上，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一些机会，来帮助我们去建立利用相关的这个立法，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规范个人数据的采集呢？非常感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调查。那么我想说呢，在过去几年，在全球，在选举时期，我们针对税收和教育进行了投票，并且针对国防政策等等这些进行投票。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字这方面的主题也纳入进去。那我自己也非常期待看到这些领域。
那就是我们不仅仅要不仅仅要关注一些具体的主题，而且还要关注有关数字影响这方面的主题。那也许这样的话，有一个政党或者是有一个运动来推动数据保护隐私，那是再好不过的了。Benga， 然后是 Peggy， 有请 Benga 发言。那回应甘比亚同事的谈，刚刚所谈的，那目前呢，我们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有些政府他们对这个问题并不是很重视，他们没有把这个数据保护作为他们的工作要点。那我刚刚也给到了您很多的案例，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合法的。至少有11个国家，他们不认为这种大规模的生物数据的收集是合法的。那么第二点呢，您作为一个公民，不论你处在什么样的阶层，不论您是否在甘比亚还是在其他的地区，我们必须要有责任让数据所有人知道我们是反对他们这种做法的，因为否则的话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为复杂。我们必须要确保那些不必要收集的数据就不应该收集，而且这就意味着你需要向政府提出更多的问题，那我也鼓励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您与甘比亚的其他的同事联合起来提出这些问题。那么政府他们比较关注的是他们在下一届选举中是否能够获胜，因此他们也会考虑您的诉求。非常感谢您所说的 Peggy 发言，非常感谢Benga 刚才所说的，的确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必须要看看为什么这些数据保护机构没有建立起来，而且在解决这些壁垒的过程中，我们也要考虑这一点。毫无疑问，在全世界有一些好的模范，我们可以借鉴，但实际是我们仍然有一些障碍。那我想强调的就是，尽管国家法律没有建立起来，但是我们仍然有国际的人权规则需要进行遵守。那么各个国家政府在执行数据收集和使用的过程中，他们必须要有权保护隐私，而且要遵守人权。那么其他的国家和其他的利益攸关方也应该要提出相关的问题，使得这些国家在执行政策的时候能够考虑这些内容。那么第二点我谈到的呢，就是要有一个具体的流程系统，例如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报告员来负责隐私的保护和交流，并且对一些违法的行为进行干预，做出回应和响应。那么政府必须要对这些违法的行为呢做出回应。非常感谢 Peggy。 的确我们通常会请所有的专家组成员呢进行一个最后的小结，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已经是非常好了。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给到这里的这位年轻的女士，请花30秒钟发言。非常感谢，我的问题很短，那就是，那么在看了目前的 FDA 的情况之后呢，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基础，作为一个全球的框架来实现数据的流动，那么在 FDA 和WTO 中，我们是否也有这种协商呢？谢谢。有人想回应吗？
那没有人想回复，那我要感谢所有的在线和在现场的参会人员和我们尊敬的专家组成员。今天呢，大家都收获良多。那么我们自己作为数据的所有人一定要起到变化，然后来促进数据治理和保护我们的隐私。非常感谢大家。我们请所有的在线的参会专家组成员留在线上，我们要拍一个集体照。